哦，这里我看到了，哎，等下去申请，疯狂转学校根本是一个钱坑嘛。啊，杰电时光 ，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我们的模拟市民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在大学的最后的这几天呢，好好的赚个钱。赚完钱，今天准备回家。那我想要趁我现在身上还有这个10000多块的钱呢，好好的去改造我们的家，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去做的。那一样，因为现在呢，已经没有什么学业上的障碍，以及目前精力体力应该都还可以，精力可能不行了。不然我们先上去让他睡个觉，好不好？待会我们就直接来做这个工作的部分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只是会放暑假，还不会毕业，因为我们还有2天多就要回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好趁这几天疯狂的做。5点多，应该可以了，我们不要睡到这么久啊，好不好？先起来，赶快一起来，马上就去工作。好，先看一下。哎呦，我想说今天第一份应该又是要卖肝卖肾的，结果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要担任教授的一日助理，好吧？听起来也是蛮不错的感觉，直接给他去吧。OK， 一日助理。到底可以赚下多少钱呢？上大学要出去玩了 ，OK， 250块，我们持续的赚了，好不好？为了回去可以把家里大改造，等一下什么厨房啊、厕所啊、床啊或什么之类的，我们就全部改一改，全部都改去。OK， 咖啡豆，这个超难的，这个我不要，因为我之前咖啡豆都找不到，去别人家也找不到。征求捐血，捐血这个药，因为捐血我记得好像有1000块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工作到死，工作到老，工作到放暑假。奖学金在某个学院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子做好，这样也很快啦，这样也很快。参加课程，捐助服务某人，去课成为实验对象。哦，这里我看到了，等下去申请，好不好？疯狂赚，学校根本是一个钱坑嘛。是可以让你这样子慢慢的赚，慢慢的赚，还有一天学期便结束了，出来了。你看，捐血可以赚1000啊，多好赚啊，多好赚啊！器官捐献捐手不会了，不会。OK， 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他说这个可以申请，不过应该蛮久，我们不知道到底可以申请到多少钱，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吧吧吧。哇，5000块啊，学业令人震撼啊，还可以再捐吗？你已经申请烧哇，这个根本是金手指吗？这个先回家好了，有点累了，好吧？今天已经晚上11点了，已经11点了，我们先不要这样子吵我们的阿姐，好吧？不然回去真的是就不要不要了，就差不多了哈。我会把这个做一段落之后，我就回去玩模式了。模式其实还是比较多样化，因为后来出的越来越多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回来吃个饭，吃个饭啊、哦！现在他肚子非常饿，现在这边有现成的。这边有现成的，不用花钱，不用花钱。好了，看起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秋季沙拉。晚上吃沙拉会不会落晒啊？然后好，我们上一次看起来有点感冒哈、哦，这个目前好像今天看起来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咳嗽啊，没有什么的问题。哦，先去2楼上个厕所，好吧，洗个澡，准备睡个觉。明天又开始最后一天我们的这个工作日常。我只有跟你讲，我刚刚我就做今天不是在剪接这个魔山上一集的影片吗？我发现这个人都会穿那种吊带袜从我房间走过去。新的一天就是我们工作新的一天了。该不会今天就不让我工作了吧？先起来好了，先起来，不要再睡了。然后我们把厕所上一上，好吧？厕所上一上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大家都准备行囊，准备归家了，准备归家了啊！好，先过来。到底会是什么工作呢？哎呀，这个是药物治疗，这款药物在短时间内可以发现特殊药物制造的。好了，试试看，好了，好，试试看 ，Let's go。拜访，去吧，去帮人家做植物治疗。完成了哇！各位，我们距离要把这个学分上完还要很久的，很久，所以我们大概可能会1-2集是回来这个学校，然后1-2集在家里面这样子。哇，这样还可以再工作吗？哦，先让他在里面哦，继续的帮什么药物治植物治疗，植物治疗，1500块呀、啊，各位，哇，削翻了，削翻了，来，先回家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赶快再来做！采集草本植物，哦，这个很难，这个我不要，浪费时间啊！这个，那个就像去找咖啡豆一样，那个咖啡豆也非常之难找。信件，这个不要，这个太少钱，我们都不要，我们只要多钱的，多钱的。一日助理好，这个应该蛮多钱的，走吧，去吧。
申请奖学金吗？还可以再申请一次吗？没了欸，250块，浪费这么多时间赚250块，已经申请不能申请了、啊、可是我上次也申请一次，他回去啊，我的室友回去啊，是这个，我都没这个认不清楚。大家你看，哇塞，这样烤完就整个就伤着的伤着的，等会趴等东啊。这个早餐是个松饼啊，好吧，卖肾卖肾卖肝卖肾。得了，又是咖啡豆，我不要咖啡豆，咖啡豆真的很难找哎、欸。会，当然会啊，我们就是要赚钱改到家。各位，终于等到了啊！我的第四颗肾又要出去了啊！3500要赚了，帅！喜欢玩解谜的，哎，喜欢玩讲故事那种的，我还有特别买鲜花呢，好吧？各位，我要赚3500了啊！这里怎样？大家情绪，哎，这个啦。这个就是上次找我们的，好不好？加速一下，咚咚咚咚，又赚了3000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还有一个小时要回家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 ！OK， 快点，我们最后一个工作了，一个小时就要回家了。大量邮件不要，这个不要，看可不可以再捐一次肾。哇，今天要赚30000有点难了，又是咖啡豆，怎么都是这些重复的任务呢？真的，学校超好赚钱，采集草本不要。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植物治疗跟捐肝捐肾，这个比较好赚钱，这个才250不要，我们就一直洗一直洗，洗到可以赚钱的部分。谢谢梦三咒吗？是不是？好不好？他已经在想老婆，你看看。好，这个就这个吧。好，其他不做了，去吧，最后一站。你看他们其实大家都要拜别了，而且结果我居然还要为了这样子去工作，你看。我对我的家庭是不是付出极大？你看，大家都开开心心，只有我难受香菇。走吧，走吧，准备要回家。哎，大家都在这里，吉卡朋兄也不跟大家告别，我们真的是非常之边缘，非常之边缘。各位，我们要回家了哦，久违的回家。这学期已经结束了，回忆多么美好啊！等等等等，重网应该要重新长。好了，各位，工龄得登来啦！哎呦哎呦，他居然抱着我们的小孩哎、欸，然后抱着他看电视，有没有？上一次我们就是在这边，这个把这个电视都弄得更棒，对不对？更大台了。好啦，那既然已经回来了，然后他继续作画，我们就准备来把家里面弄得更干净、更整洁一点。所以冰箱、这些琉璃柜、这个烧菜的地方，我们都全部把它弄一弄，好不好？直接来购买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我们把它卖掉，双口炉台。这可以把它弄掉，突出的感觉不是很一搭哎、欸。OK， cool， cool， cool。然后旁边再多买一个柜子好了，我觉得重新摆一下好了，把这个摆在这边好了。然后这个我们把它摆在这里。有啊，对，等一下买那个防盗的，这样应该可以。然后小偷的部分在户外这边，上次有人跟我讲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把这个警报器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那时候想要用的时候，一直想要装没办法装啊，防盗的。防盗警报器，哎呦啊！对了，我们应该把房间再弄大一点点。哦，它是整个拉过来哦，不能单独只拉一小间嘛。我本来想说让里面这个隔间来做这个那个不一样的大小。哇、哦，整个非常的不一样！天哪，什么时空连续的波动，可能对你后代子孙造成了影响。快去看看未来发生什么改变！哇塞！还有这样子哦，是因为我们之前去的关系吗？我们先回去好了，好，这样子 ，OK， 老婆拜拜了，才刚回来，还没跟你拜别到，前往未来，走吧，我们去拜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历史上的波动而造成了后代子孙的一些影响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，累了，可以借宿他们一家吗 ？OK， 哦，长得好奇怪啊、哦，阿莱西。先跟他问候一下，还可以招呼子孙呢。见到他的子孙后代会很尴尬，但是有很多共同点。好，我们先进来吧，我们先进来。你感觉会没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哦、因为其实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也不太记得有哪些人。阿姐为了阿贾维尔的过世而哀痛啊、哦，所以代表我们是在这边里面有一个那个未来的人死掉了啦，是因为我的关系吗？我进来未来让他们造成人死掉还是什么之类吗？烤肉炉可以拿吗？来外国，
哎呦，翻找，我们来翻找这个看看好了，看这个会找到什么东西。找找看，这个我妈妈也很会做这些事情，我的精力都用来找垃圾桶了啊。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回去了，回到我们的家庭，这样就好了。Let's go。OK， 我们上来，我们上来，来到最……哎，我记得哦，在这边啊，各位回来啦，总算回来我们的现代的世界啦，好不好？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继这个大雪的部分哦，大雪的部分我们回来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去了未来哦，知道了我们一个后代已经死掉了。然后回去看一看，没事情了，我们总算再继续回来把家里呢再弄得好一点，然后持续看着我的小孩长大，让我的老婆、我的妈妈都不再受辛苦。你看我们整个家因为这样子改造之后变得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完美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模拟市民三，如果喜欢的影片、喜欢我的系列呢，记得帮我个赞，按个喜欢，好吧，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，追踪我的开动态，好吧，我们下次模拟三直播再会，大家拜拜。